本来就是中场就是有一些休息时间，但是我把那个休息时间拿掉，我想让大家看一个非常厉害的表演。这个朋友他从屏东来，对，然后啊是一个现在正在 rising 的 drag queen， 所以你知道独歌星怎么能够没有 drag queen， 对不对？想看的举手，怎么举手嘞？想看的尖叫，很好。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 Queen， 莎拉马森娜。Are you ready, girl？ 我们再给莎拉一个尖叫声好不好？她穿这么漂亮。Someone